就是说这个，我们谈到更年期哈，更年期是因为更年期有一些它的症状确实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女性，啊，特比如说有一些潮热，出汗，啊，这个甚至失眠。这些可以持续很多年，但有些人可能两三年啊，他就没有了，不明显了。但是少数人呢，像这种潮热，它可以持续40多年。他这怎么办？就是说激素的补充啊，当然也许再加一些中成药的调理啊，这些症状呢是能够控制住的。他的之所以出现潮热呢，是由于他这个体温的调节中枢啊。不，这是它是失衡了，因为激素的缺乏失衡了。你给它一个生理性的补充，它就能够达到这种平衡，所以它的潮热能够控制住，啊，它的出汗也能够控制住，啊，包括这个失眠，啊，如果说它在能够用雌激素的时候进行了应用，它这个失眠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。